我觉得韩国的配色就是可爱，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idea 跟想法。它的这个里面反过来的料子就完全细致的小毛圈，有没有看到里面有点微透微透？因为它是米色，你只要穿白色内着就可以了。那也代表着它是一件不厚重的大学 T。再来，所有的大小、弹性、身宽跟舒适度完全 OK， 100分。它的粉又不会带很多，一点点的手跟下摆的点缀，让我们每个人气色非常非常的好。